林志玲掰了言承旭，亲口证实。林志玲亲口证实言承旭出局，图翻社浪琴表脸书20万01803.31。林志玲和言承旭前一阵子传出世纪复合，甚至更爆出怀孕、结婚的消息，但现在恐怕要让广大的粉丝落空了，因为志玲子子亲口证实，很抱歉，我无法满足大家期待，因为这都是大家架构出来的故事，我现在没有爱情。根据联合报报道，林志玲以名表代言人的身份在杜拜接受台湾媒体访问，透露自己现在没有爱情，而且再三保证自己不会说谎，还跟粉丝抱歉，直白说从之前的恋爱、结婚到怀孕，都是大家架构出来、编出来的故事，也感叹无法满足大家的期待。林志玲除了哀怨自己的爱情又落空，还感觉永远活在他人的故事里，却没人邀请他演出，但他也强调已经不能再拖下去，一定要打开心门，准备迎接新的爱情。